第一次与沃尔沃产品接触是从2004年开始。我们公司大概有70台沃尔沃设备，主要涵盖挖掘机和装载机。沃尔沃为我们烟台港设立了专门的服务点，共配置5名专职服务人员，专业高效地完成设备检查和维护工作，并提供油品的检测、配件的查询订购、操作手的培训、设备保养和使用建议等关爱服务，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沃尔沃服务的品质，真正的管家一站式周到的服务，我们非常满意。2018年的时候，沃尔沃交付了一台润滑油集中加注站。沃尔沃了解到港口作业的特殊需求，与烟台港达成了战略合作，专属免费提供油品加注站给烟台港使用。通过定量加油，润滑油的添加变得更精准，我们也更方便做管理记录。集中加注的方式节约了占地空间，缩短了设备保养、油品添加的停车时间，快速提升了润滑油加注的效率。此外，顺着数字化转型的大势所趋，我们港口对车队的智能管理也有了新的发展需求。由此，沃尔沃开放了专属的 API 数据端口服务，将我们设备运行的数据与我们的设备管理平台打通，方便我们进行智能车队管理，让我们更有效地进行设备维护保养，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设备的工作效率。沃尔沃的服务注重与客户的交流，倾听客户的需求，不仅定期给我们车队人员提供操作手培训，而且通过提供专属定制化的服务产品，满足我们在业务发展过程中的特定需求。愿沃尔沃与烟台港长期合作共赢。